大家有什么师兄好好玩的 Bonfire RD 这期真的是福利最近很大哈、啊，你看这边在疯狂的送，哎，今天登录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些奖，然后一些女王的活动有没有？女王降临的活动，然后还有这个女神武神的一分泳装，那里面就是有女色阴梦哈，还有浅日这个浅暗。这个服装，那也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兑换。在这里，那也可以去玩。哦，还可以培养哦，所以现在已经有这个系统可以做一个培养的动作，那可以进行送礼的动作。哇！那这些系统越出越多、啊，水上世界。咱们现在介绍一下游戏近期的活动好不好？来，首先这边是主界面，那这边呢，你可以领一下他们 的一些奖，这不能领就放着。这个技能是一个非常好练的手游。这边是起源之地，那其实你们一进来就只要看这个就好了。女儿，剑圣你摆在这边啊，你可以去参加一下。夏日回忆这个，你这边是游戏专属的，像这边有它的一个玩法。那指南这边也有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有很详细的攻略。这边你可以看他们的相册，那你就可以进去，那你就可以来这边玩。哇，天啊！《王者荣耀》是要改版，太恐怖了吧？好，这是我抽到妹子啊！哦，天啊！这游戏在搞什么？天哪！太猛了！这算是衣服里面的装备。我真的好想你。在每一个遇见，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大无舍的。我们可以先把它都抽满，因为冰它是官方送的。那我们有这些资源，就先把它练起来。这期现在已经出到很多妹子了。那我们今天先非要少说，该把主线打完吧。上次我们打到那边，二张全完了吗？对，好，那大家可以叫好友。这边去前进，你怎么看不到人呢、啊？无敌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的角色在哪？打绝。至少打入浮空三次，有有有。哎，这只我没玩过哎，
为什么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？我真的好想你，在每一个遇见，你选择一个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支的，对他没什么印象，所以就是抽奖界面在哪边？这样有三星吗？有。我现在打到章节二，我靠，我们水晶超多的，下次可以来抽，看一下，对啊，下次可以来抽。它现在就分为三种，有2000吧。那主要就是呢，如果你们抽的话，你们可以得到这个新的角色，就是你没有的。好了，拜拜。哦，对，我的 ID 是这个10022604。